都没有在夜晚里走那么长的路，我都觉得来这边我都变窄了。对，基本上天黑以后就没出过门了。没错，都要去上课，或者是真正有人要约的话。现在其实也谈不到七点半了。对，你们看，黑成这样。这里是学校的另外一个地方，里面就是学校的主楼。对，就在那个地方，其实很像森林。看看这个小摩天轮，看上去我就是不想坐的那种欲望。但是它这个呢，不只有溜冰，现在有溜冰、滑冰的这种活动。它其实后面这一座，它是博物馆哦。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时间进去，等作业差不多到一个段落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进去了，而且是免门票的。作业到一个段落的时候就明年了，我天哪！你看现在这边有活动。已经开始了，好像我上次看门票是10英镑吧，一个人10英镑。对，就是进去滑冰场，可以来试试看，我们约多一点人来。还有不同灯光，你看现在变紫色了。这是冬日专场，只有冬天它才会开门。之前夏天这里都是一片草坪，哎，其实也蛮多人的。这里就是主要的大门来大路吧。哎，这样看还蛮有感觉的哈。对，它灯光亮起来还是挺好看的。至少这一片不再那么漆黑了。你看看，排队一个接一个溜，在室外的。哦，我现在就有点冷了。我们到了，就是这个教堂。从哪个入口啊？我感觉这不是入口哎。我感觉是不是那个女生的这个地方？就那个女生那边。是吗？对啊。进来了。啊，这里面的隧道好深啊！超以来，这是厕所吧？哦，哇，好嘞，好空旷啊！我们在干嘛啦？